痛苦的子民。哦，是的。服从女王吧。好像蛮邪的。等等，我正受到攻击。能冲中吗？报警了。皇家之路。等等。前进！哎，冲中多好！女巫就是配不上他。这个牛逼，很肥。谁很肥？想干死！看啊！牛逼！叉皮飘，你这个好坑啊！你这个图吗？来来，有人干啊！哎，这把可以出点击。干他！出隐身符，带散粉吗？不知道走哪了。我操！中路这个逼乐了。为了女王的金库。你把线推过去，我让他推推，我买个鞋，还牌掉了。你直接去买吧，我跟你一起去买。可以，那么快可以出。我感觉他一套三连，我就死。我感觉你出家具天音吧。也行吧，出吧出吧，点击出吧，出完再补嘛，我们放慢节奏嘛。那你这样就反正就是火猫，肯定我是压不住了，然后这巨魔，巨魔被杀两颗了。他有装备，他装备比我好多了。没关系，我出了鞋之后我去中路蹲。哎，其实这土猫不来帮我乱搞的话，我就在中路稳稳发育，现在肯定假腿了。放个眼啊！慢。这火猫到六，他肯定杀人呢。那酱油的在哪儿啊？白牛记得多冲小精灵啊！小精灵加火猫无敌的，上来捆我一下，我就傻逼了。我真喜欢你挣扎的样子，接受痛苦培训。求鸟求眼。
土包变给你啊，我们没钱。哎，让我拿个土样。整这里。接受痛苦培训。好，他们这边有眼睛。哎，杀那个呀！哎，级别死了，级别死了！哎，杀！哎，第一击！你杀小精灵！我就随便一插，我慌。指甲位置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不杀小精灵，杀火猫没用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安置巨石。痛苦将至。皇家之路。这白牛怎么这么喜欢在上路搞？赶快。哦，没错。这有眼。对，这边有眼，让他妈过来直接。如我所愿。多么美妙的痛苦！火焰加火。可以，可以干吗？猫没来。去下路。哎，白牛，你别在上路一直这样搞啊！你直接来中路也可以杀的，你冲小精灵每次都可以杀。真差劲！我感觉我在上路好一点。快！摆架！接受痛苦培训。红猫也不飞，红猫。出了户外，没大，没大，好一波，好一波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又被他们吃了符，加速，加速，这还有眼，啊，我感觉。我感觉你要哎，冲一下！不可能死，不可能死！哎，血也能冲！就冲那个小精灵！这里，这里！中路可以干啊，等救他来，救那个！冲小精灵啊！如我所愿。美梦。控了控了啊！你看，更强大了，前进，女王驾到。查皮飘这个土猫，我不知道是干嘛的。赶快。哦，是的。这里。哎，他们在买，谁买个真眼用？没错，肉山已被夜眼军团击杀。前进，接受痛苦培训。如我所愿，皇室。哎，可以，可以，来来来，土猫，土猫，可以。他要吃福的，可以踢得到吗？哦，是。太远了。哎呦，救命！小精灵飞了。火猫，火猫，火猫，后面。哎，白牛，白牛去冲！尖叫！
笑吧。感受痛苦吧，刚刚太脏了。快了。我操，还好。一道爱痕。太水了！我操，卡尔梅。女王驾到。冲卡尔可以，冲他就死。前进。哦，是的。如我所愿。女王驾到。他控服，过来杀他，过来土猫，过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没错。哎，拜拜了。摆架。我操，赶快，他们要推中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皇家之路。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还不是不能打。冲冲一下，冲一下。我方中塔已经失守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我的皇室陵寝中。这卡尔要自愿了，需要支援。美杜莎，这种时候你为什么不踢下来呢？你踢下来放个大吗？他一时半会儿杀不掉你的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我有蛋，群魔是不是可以搞？土猫。好多呀。我知道我的空间。哎，下路。快叫我女王。出口了。土猫呢？这巨魔。直接给他，我正在赶，我正在赶，我正在赶，我赶的有点慢。美杜莎，你这样把我们都刷穷了，你就永远不打架，一直打钱。酒神来吃福啊，以后没了。他们下次再追打我，需要金子。哎，酒神再不吃没了。快来快来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这英雄你推塔什么都可以，守塔推塔很厉害的。你一直这样打钱，然后被冰雷卡爆。开悟开悟开悟，土猫我们俩开悟。没来啊。前进。哦，是的。别打野了，大哥，抱起来，推上。皇家之路。和我一起分享痛苦。你打野没那个巨魔打得快的。享受折磨吧。哎，土猫，回屋。推掉之后看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夜眼建筑全面加固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下塔已经失守。巨魔没 TP。如我所愿。
但我正受到攻击。哎，是塔。敌方上塔已被摧毁。痛苦可以陶冶情操。感觉这样贸然开不是很好啊。是的。得让我走前面。哦，是的。他们人呢？不知道啊，也没盾啊。我方下塔。你就在打钱了。哎，巨魔盾没了，巨魔盾没了。哎，他们那些人。那说了说了，走吧走吧。摆架。服从女王吧。为了女王的金库，和我一起分享吧。卡尔卡尔卡尔，好像自愿了。西兰。女王驾到。要么直接退中嘛。你西兰这幻象就没了，兄弟。啊，我舍不得用。你十点西兰舍不得用。你是不是在逗我？吸了吸了，直接吸。有人去抓他吗？没睁眼。哎，我能紫苑这卡尔，哎，冲啊！火猫不是不可以杀。不能杀的，要杀先杀右边的卡尔。哎可以滚，小剑两剑，我套 BKB 了。我。不能这么打，不能这么打，走。打不了。刷钱。要先杀卡尔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后面后面后面。我感觉没。可以杀。干他干他！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下塔小心点，已经失守。哎，这怎么救你？往后走，往后走。我操！走不掉了。下路线就是、走的，你走得掉的，你走的话，那个土包能拉你。皇家之路。前进，可以冲火猫吗？他已经冲过了。哎，我有紫苑，来继续杀这个火猫。杀吗？火猫可以杀。我杨道良。你都跳了。火猫没死，传走了。我急了，不该这么早跳过来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我方上塔已经失守。我操！兄弟，别这样打！快！你会不会啊？美杜莎，他逃走的时候，你是运不住他的。哦，是的。谁要打得了他吗？哎，土猫。有人吗？
寂寞。先走一下，先走。我倒是想走。踢一脚有吗？踢过了。啊，走。都在这边。美杜莎没到。哎，我是子越。干了干了。凉了凉了。奈泽，推舟，我也想要秘法。小心牛头跳道。没错，夜眼建筑全面加固。痛苦可以陶冶情操，敌方中塔已被摧毁，通往痛苦的道路。李苏川，你可以，啊，没事。接受痛苦培训。火冒南山，土冒。前进。啊！哎，我操！这好过分啊！哎，别！哎，你这个土猫！我这千里之神买了没用过，这让我有点意外。可能炖给他们吧。肉身已被夜眼金盆击杀。最好的巨魔从来不死。巨魔有跳。先走一下，先走。巨魔有跳。等我活。红毛去杀，这个野区可以抓。对。不知道几个人。都在。有针眼吗？有针眼。土毛先去，他们想抓。美杜莎先去最好。哦，王室特权。你去，那么多人蹲着。他们。巨魔在，人不齐。他有个 BKB。有 BKB 呀。哎呦！没事，白雪剩6秒了。牛来了，牛来了，注意牛。嗯。他死了，顿。是的。牛过去了，小心。嗯。在这块儿呢。我跳走了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我操！妈高低。享受折磨吧。我真喜欢你挣扎的样子。这卡尔打团好脆啊！多么美妙的痛苦啊！要吗？不要。是的。人生。女王。哎，野区小心，野区走，赶紧走。走了。哎，走不了。买东西。哦。哎。没事，问题不大。我还不能使用。我想领着顶走的，我操。这就是点金的，出点金的危险。问题不大，没关系，他们上不了高。
我们手刀其实美杜莎这个英雄不太适合出现，除非顺风局。下路基本上就是因为你想在上路是逆风，中路是逆风，你再出了点金基本上就是大家看你刷，然后你又容易被抓，没必要的。啊，是吗？可以打。我看这巨魔一点都不穷。但是我不能补刀，他能补刀。服从女王，所以还是劣势是吗？他说他没劣势。没问题，稳着打，拖美杜莎吗？那美杜莎只要能那个能补兵，就都是你的钱。前进。就怕你补不了兵。现在人有点散，可以开五抓一波。可以。我删五。那你看下路都没用过。你这个速度我们跟不上你。我跟得上够了。你跟得上。对，放好巨石，让美杜莎一个人拆。可以再拿一座，好像不是不可以。夜眼见，哎，我要干他！假的！换将，别冲！哎呦 ，nice 了 ，nice 了！巨魔有点低啊，都死了 ，nice！ 啊，什么武器？靠，我他妈刺羊了之后。走吧。大，我看能不能打？哎，好像可以推，好像可以，推不了吧？走吧，主神先走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冷却中。刷，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我还没有准备好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我感觉美杜莎这个英雄挺克巨魔的，除非巨魔特别飞。服从女王吧。只要美杜莎能刷起来，这局就赢了。如我所愿。通往痛苦的道路。哦，是的。交流眼，拿一下。你别骗我，在哪了？刚才那个拉太帅了。把我给救了，不然真打不过。接受痛苦陪你。而且把牛跳过来给沉默了。土包白嘴眼，我馋。冲击！拿，在鸟里。赶快！我有雾，可开吗？三个会飞针啊，两个飞针对吧？我先把实验。可以，等女王大招。嗯，有了，谁要粉？上路这个能抓吗？可以啊，我先手吧。你等等，美杜莎，你等等。哎，我怎么不动了？可以打。哎，我不动了，帮我暂停，帮我暂停，我不能动了。走啊！好。我不能动了，帮我暂停。没
没动啊，这个那个火花。喂喂喂！我操！这什么情况？这波雪崩啊！这波本来是我要把他们杀了的节奏，我操，东西也没买，钱也掉了，这好伤啊！我靠，这波本来是应该是他们雪崩的节奏，雪崩啊！哎，我操，我掉了，就是你被牛杀了。哎，这波本来是他们雪崩。我怎么就这么喜欢这样呢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他们要上高啊，我还要买，不会吧？我方上塔已经失守。哎，他们不上高，他们为什么不上高？因为我活了。你这么厉害吗？哎，来了来了，哎哎，你在想什么？我操！他肯定要上高了。他凭什么走了？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要买吗？我可以买。天辉，先别先别，看一眼。你买没用啊！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给一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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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方上塔已经。我操！这个掉线真的是热狗了。我方上路兵营需要支援。我方上路兵营已经失守。女王的精神永。感受痛苦的尖叫吧！他们这素质好低啊，我都不动了还杀我？对啊，妈的，下次再不给他们暂停了。他们也要打盾吧？女王驾到，应该要打吧？但没办法啊，这个盾。我感觉。你们看我之前说的几点？几点的盾？什么时候的盾？哦，是的。24:10了。夜眼建筑全面加固。应该有了。皇家之路。那只能给他们。哎，好像不用给啊，去跟他们干啊。可以开悟出去的。可以干啊。干啊！我也想干啊。我也想干。来，开悟干的。就他跳羊杀了他，真的假的？假的，这是右边去，右边去。接受痛苦培训。我，哎，破了。后面。哎，后面。哎呦。走吧，打不过。去秒了个最没用的火吗？先杀下面的，他们都在里面打 boss。摆架。没错。这什么？哎，哥，你能不能别带着我送？我操，你这是什么心态？你这滚上去什么意思吗？哎，我现在看你想杀卡尔。我怎么什么时候想杀卡尔啊？我看啊，我的，他没打盾。美杜莎买吧。盾一卡尔再收。啊，买不活。我方中塔。哎，你带着我送了好多次啊，兄弟。我方中塔已经失守。我方中路兵营需要支援。我方中路兵营已经失守。那你踢他啊！你滚上去干嘛？去羊塔，去羊塔，别给第三路不能给了。好像能打。巨魔。
息了。操，你这个土猫还不如别来中，真的。我方下路兵营已经失守，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下路兵营已经失，敌方将出动超级士兵。摆架。我方中塔已经失守。收获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中塔已经失守。快！我还没有准备。就这里。我方一定需要支援。这局也能输，输得莫名其妙。就像活着的时候那样，你死得无趣而又无知。我方一定需要支援。夜眼获胜。叉皮飘，你不是有麦吗？你每次上的时候你要问我。对啊，我那个掉线也太伤了吧！我靠，我那掉线，我不掉线根本不可能破路的，怎么可能破路？哎，前期被这个土猫带崩了一波节奏，中期打回来了，一波精致掉线。不是，你知道吗？前面那一局我们能赢，就是因为有人一直在积极跟我沟通。那个光背一直在积极跟我沟通。这局队友上都不带说话的。我靠，这也太丑了吧！头有点疼，这波掉线把我给掉傻了。不过我发现这 KS 确实是有用，你看我这局打到后面数据还挺好，就是因为前面 KS 了几个人头， KS 了几个人头，一下我就好顺了。如果不是我掉线的话，我觉得那团战我很好发挥作用，只要美杜莎把那个巨魔给冻住，他们基本上没人能杀得了我。然后我 BKB 西瓦美杜莎分身冰眼，怎么想也觉得团战很好打。
那白牛也挺会玩的。哎，九神啊！啊！哎，这刚刚对面的人真没素质，我都掉了还刷我，我操，满血一次。哎、上次加我好友还没加我。那估计加不到吧。啊？九月好友满的，好友满的，好友满的。还剩十秒，还剩五秒。请挑选英雄。请挑选英雄。老猫拿的好快啊。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拿什么，拿个钢背吧。还剩十秒，还剩五秒，我靠，对面的阵容好恶心啊，别选 POM 吧，哦，你要拿这个是吧，那好像可，那打团怎么打，打团他别拿碰吧，我中吧，嗯，发条吧，上路没压力吧，上路一个白牛，你单白牛应该没压力吧，你想中吗？你不想，你想中我可以去上。我可以混野区的，我混野区感觉比线上混得快。哎呦，你和我一路，我一个钻一个钻死啊！那就下路啊！来，那我打我发掉去了啊！发掉去了啊！他选的 CQ 现在分不了路，哎呦！可以可以，他那个蓝猫打野。蓝猫打野啊！我打野吗？对啊，我打野比他快，我打野。哎呦，我真，
啊，剑圣打野一样的。我打野很快的，兄弟。两个炮不要不拿，他妈非要配合你呀、啊？你下去压下就行了。不能拿泡沫，你想想看，我们如果要是泡沫的话，这团战没法打了，一个沉默大，一个白牛冲，全死了。30秒后，战看起来很强，但自己把中期打大的时候就知道很弱了。哎，现在不是一样，白牛冲，沉默还有大，发条又不是 BAB 的，不是一样死了一样的？不一样的，有个物理差很多。你这样说那就别打了，兄弟。发条算物理吗？啊，对面厉害，对面厉害。剑圣算物理啊。哎，剑圣早就选了，本来我们干三他们巨魔发育不了，剑圣无解肥，挺好打的，我觉得。征战号角响彻全场。你看，然后看到我看到我无解肥，我他妈的，我无解肥，无解肥打了个无解肥火拳吗？来来杀吧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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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睡啊，我他妈跟得上吗你？跟不上跟不上跟不上。我们三跟不上，算了算了，二条不错，二条不错。哎，妈白卡，跟不上兄弟呀、啊！我去上次打野了，不帮你了。那你叫我睡。头疼。看我看有没有机会啊？你在他妈野区打野？哎呦，这头发条当巨魔，让发条当巨魔，你去上路。来、啊、三路六这样哦，好，两路六。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。你们上来，我只能挂机。分享痛苦吧。挂机吧，挂机吧。享受折磨吧。你上来，上来可以了。我的爷，保发保蓝妈比较好啊，兄弟。哎，妈呀，别能混的好烦。去吧，去一个保蓝猫的。妈，我选帅都打巨魔的，保蓝猫没用。你好任性啊！妈憋，叫你选个喷雾钢三保你无血粉，你这不要。攻击。没有，我让他拿发条的。前进。你现在上来又不是不能打啊！这里，我的王冠需要金子，一道爱痕。尖叫吧！多么美妙的痛苦啊！恢复神符，如我所愿。我知道你伤吗？可以。服从女王吧。我感觉我要死了。痛苦就在前方。我跟你啊。First one。女王驾到。我的枪膛空了。我可是痛苦专家。哎，别上头干鸟不？马上马上往里面鸟，上头干个什么？可以干成什么吗？痛苦可以陶冶情操，真是太感谢了。胆子运平了就是啊。啊？运平。好。我驱魔玩不了，我有这个两级我都。干他干他，接受痛苦培训。哎，别虚了，真的。哦，没错。哈哈，哈哈，这是致命伤。你伤害了你的爱人。就只买鞋就是，我帮你空调。哦、是的。哎，我睡他。我束缚的更紧了。我不要老去。感受痛苦吧，有价值的礼物。加速要吗？不要。和我一起
我救命啊，沉默那个傻逼在追我，血崩啊我。你得死。妈你的别死是假。我过扣啊这个。哦你去看一眼他，我有跳的。好好。哎杀火枪也可以啊。行。哎不行不行不行。哎我怎么又切出去了，你去保他一下吧。没用啊保他。保。如我所愿。保华条好一点。赖在中蹲的下路就一个巨魔，你们看可以杀的。他没血。我操他妈这里还有眼，我日啊血光啊。那你去线上了，你跟蓝猫一起站线没什么问题了。不然可以可以，你要给你九人增加优势难度，不然没意思。我操别给我增加难度。我更强大了，前进。蓝猫快走啊别死啊。妈了个逼呀、啊、这个游戏怎么玩。等快皇家之路，这烂在中路不动了。嗯没错，妈打得我想挂机了啊。别疼吗？那你来中吧中还挺好打的。痛苦我现在去中国去打我打的也算。他五级，我七级。女王驾到。这亮啊。接受痛苦。Where is the fucking light? 接受痛苦。我受到攻击。我敢。我方中塔你打我走了。没错。哦是的。这怕我出紫苑有什么用啊？算了，还是出吧。他不挂机，他打野去了。我打过这种局吗？那不是有装备吗？强行说别人挂机。幸运之神偏爱巨魔。一道爱痕。这白牛无解肥是吧？那肯定啊，沉默也肥。巨魔也挺肥的，我看。我是醉了，硬是要他妈的让发条去。你在上路不好吗，兄弟？你在上路你睡个沉默，我穿进去把撞死了，你不要这么任性嘛。发条这个英雄是可以单的，那这个英雄是不能单的，但肯定他妈是废物。如我所愿。没想到他们上了两个人。这里他妈老子里只有你他妈自己那一套，就是非要配不配合你，没配合他妈的你就不管他。服从女王吧。还行吧，5-3呀。反补啊，把我的服控了。哎他们玩这么算你还好是 BB 长得有自觉。是的。啊，赵然刚才说不。什么傻屌？这是
是你生命中最后听到的。你的痛苦就是我的收获。赶快，我到了，你再飞。我不知道有没有烂啊。前进。有烂，就像那狗在后面蹲着。什么有大的？哎，烂不在，烂在下。什么烂在下？烂在下了，烂在下了。啊，那有大也得杀他。这里，这里。我可能被看到了。皇家。我吃不去啊。哎，白牛是不是冲我？我的意思，刚。应该冲谁了？不飞啊。看他点击了没？十分钟。冲疯了。皇室专用亭。你说我们就在下路啊。我们下路玩不了啊。嗯，我在下路补个空兵证。如我所愿。满六。哦，王室特权。女王驾到。女王驾到。要不要进野区看一下，看看巨魔、啊、可以。我感觉这白牛想动我了。要不直哎，在这他们好像要干你啊。嗯，感觉是想干我。我大招还有二十秒。皇家之路，他们什么大救不了你。嗯，赶快。哎，我上来把这沉默杀了吧。他为什么沉默这么肥啊？他沉默发育的白牛宝啊。这什么道理啊？他有眼的，这里有眼。白牛会虫啊，我刚看了，好像是塔后眼的。那边刚才我没抓上去。这里。对这种我们挺怕沉默的。哦，是。够他妈的。哦，是的。大哥，这。多么美妙的痛苦啊！停，蓝停！哎，我雪崩。要把我埋在我的皇室陵寝中。失败了，就像生锈的齿轮。哎呀，我不该省的，我应该先一个大，一个跳，一个 B， 一个跳，一个 F。我想省了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先剩有大家出来搞一搞吧。可以可以。啊，香味都没，追得到人。啊，鞋让我拿一下。我感觉不大丝毫。仇恨有点高。就是这里，发条去补吧。你在上路打钱吗？你就打钱吗？打反手。如我所愿。你做个眼啊！快！你这个东西怎么能占线啊，兄弟？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想的。知道破墨说他和他一起配合射箭。你做个眼，然后蹲人。你在下路站线没用。哎，我不站线，他们出蓝猫，蓝猫一样死，不一样吗？不可能。总要有一路死。哎，总要有一路死人的。不可能，你别站线，你酱油别站线。这里。你别想着去那个捡巨魔的攻击了，你就不用站线。服从女王吧。嗨，你们别吵，没什么劣势。女王驾到。是这把很好打的，他们这款就只有火枪一个。哦，拉他。是的。沉默回答。哎，
你躲。等我吧。摆架。皇家之路。接受痛苦培训。可以给他吗？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啊。能打是不能打。怎么不先救他、我方下塔肯定要冲你的，做烂了是不是？肯定是做烂，做烂我直接秒他了，我就打他了。哎，杀后面的！算了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Nice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下路塔妈的，要被那个傻逼给偷了，我操！毫无办法。通往痛苦的道路。我可以去守一下。抓一下打不过他，我打不过他。需要支援。哦，是的。女皇这个大真是远。前进。女王驾到。如我所愿，为了女王的金库，皇家之路，攻击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哦，是的。看这里，这里。接受痛苦培训。火枪疯狂。赶快。什么伟大不干了？啊！救命啊！疯子！我也大！我快把你冲啊！等我一下，把你粉冲了，慢一下。哎，你靠，你往后靠，我们开会被看到。走。好像没。就杀下路。杀！看到。哎。我帮你指认他了。说看到。哎，大呀！我他妈，我们下大基地。哎，我操！哎，我的。哎，你怎么不大？棒子在那，我想放个棒子在那。棒子放毛啊！你把我给看傻了。驱魔师那个棒子，驱魔师那个 buff 在我身上，我打人不疼的。需要支援。什么打人不疼？你大有伤害啊！我的。你这不大，我直接不会玩了。我这把已经不会玩了。你不是号称你剑圣打野很牛逼吗？上路给不了压力啊！啊，什么出双血直接的也去找我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操！什么出双血上路没压力？你找机会刷吧，剑圣这个英雄不肥没用。来去装就好，为什么要在下路打？明显看到。驱魔直接说没踩我。接受痛苦培训。这里。哦，是的。一道爱痕。这火枪配了个十人保镖，贴身保护啊！这个蓝还不是被我杀了好多次。通往痛苦的道路。什么没大干啊？前进。这个不上。
快叫我女王。我们还是打后手比较好。我们打哪个？我操！假腿点金疯狂面具，干啊！中路这个。很远，过不来。打猫呢？还有一个。就你，每一家都有一个的。现在在这儿。对。一个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中塔已经失守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我猜现在的王怪，没错。女王驾到。我真喜欢你挣扎的样子。特殊服务是要收费的。哦，是的。皇家之路。团战我觉得可以打。真的可以打吗？可以打，沉默没打。我们沉默没打都每次都说着，开雾都没人开。这里，有眼看到。如我所愿。快点，这个导弹炸下座山吧！和我一起分享痛苦吧，接受痛苦程序。前进。通往痛苦的道路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痛苦可以陶冶情操。快！出动了，准备干！冲了！直接死了他！来来来！可以可以可以。右山已被天辉军团击杀。杀巨魔，杀巨魔。皇家之路，在你眼前。别怕别怕，打不动。哎呀，我没那个了。需要支援。夜野陷阱被念加固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女帝少，就你打不过吗？每一家都有一个吧。我方上塔已经失守。我出现身后了。这里，这里。哦，是的。蓝猫，你赶紧血晶吹风。不然团战你太难打了。我上这儿来喽！前进。我这飞出来了。什么？做电影啊？什么没炸？全我一个人全在做。我带。刚没了。觉得要五个人，我觉得五个人比较好。但是建设嘛，建设十九秒可以。哎，陈梦没打，他们敢这样打的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
蓝猫准备过来收割。我要回家补一下妆。我提兵。哎，你技能啊？我他要放刀。哎。我也知道，他要放刀。你这短英雄打他毛用啊？哎，我刚不是说了叫蓝猫过来吗？就是残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啊，别让他说了没状态的，好像。啊，我他有状态，我看过的。我200多点来。啊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啊、我觉得515。我方中塔。没听见他说没状态啊？你这东西打团什么东西都放不出来，就直接死了。支援。我吗？我最后一个死的呀。对啊，你什么技能一个技能都没丢过。我丢了一个 T， 丢了一个减攻，好吗？快我喽！如我所思。就是看你的威名啊，这种资格跟他秒啊。这有什么好秒的？打。没错。你那个剑圣不如换一个钢背，真的。享受折磨吧。你拿个发条太尴尬，为什么说要拿发条呢？有什么用吧，发条？痛苦在成长。我快 BKB 了。女王驾到。没用啊，现在胜率1%吧。我感觉我还没玩过蓝猫和女王都在一边的局啊。嗯，怪我吗？赶快！选个炮，至少把我现在五减肥，去摸五减穷，上个团长压个团长压吗？选个发条一点用都没有，有什么用吗？他们应对的好。他们上路压了人，然后又去找了巨魔打，找了剑圣打野。我觉得上路压，如果要给他压力，他们这什么不这么。上路打，上路打，上路打，别废话了，行吗？来，我要打，他这个沉默，他妈的偷我这里，我操他妈！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哎！好多 BKB。哎，红黄啊，这傻逼，快揍我吧！这是杀了一个。历史和肉体的声音，通往痛苦的道路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，赶快！我方上塔已经失守，我还没有准备好。前进。哦，没错。你的痛苦就是我的收获。女王驾到。我靠，长得慢吗？操你妈，受不了。我手中有几把剑。啊，这么。有一次我对面也是一个那个痛苦巨人，然后前期对线把我巨魔打得很穷，然后中期就跟傻逼一样。被狗啊！快上船了，追上！
还有点机会。帮我餐饮看一下，又是一个痛苦的事件，简直太棒了。不跟他们说话了，好好打了。摆架。快。两个，这边两个。好痛苦吧。我当不在。人品太差了吧。会终结痛苦，我会铭记在心。我的护体，你他妈拉谁呀？拉你妈逼了！拉掉了！哎，你不拉巨魔，你拉白莲，我也是醉了。那不是一样吗？他不搭你。来，这波我的。他搭你，你不一样，死了傻逼！叫你妈逼叫！他妈一个打野，竟然穷的像狗一样。还说我打野无敌，我方叫你来下牛板。夜野建筑全面加固。真没种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中塔已经失守。我方中路兵营需要支援。我在这儿呢。这里，女王的精神永存。什么样？道路。前进。皇家之路。哎，刚才他好跳啊！哦，我错过了什么？审判。来助我的帮助，最美的痛苦啊！加油！哦，这是喜悦的痛苦啊！啊！那可一点都不痛。这火枪，消失，我沉默了那凡人的声音。寂寞了。肉山已被天辉军团击杀。这火枪都打的中路。
现在在这儿，让我们开始玩吧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哎，杀了他！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下塔已经失守，我方下路兵营需要支援。我方中路兵营已经失守。在风暴中心，哈哈！下路兵营，这可能是哪个破木好点？我方下路兵营，这对线位打得太惨了。我方下路兵营，中路单杀这么多次都缓解不了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来，这番怪物应该让你拿破木。我方中塔已经失守。我方中塔需要，我方中塔已经失守。我方遗迹需要支援。天辉获胜。失败了。我操，有碰他对线起码能打吧。并不能吗？我觉得选人问题不会特别大，他们要打得灵活一点。下路二 v 二总打得过吧？巨魔没攻，都发条这么穷。我觉得发条怎么也应该跟巨魔一样的装备吧？自己节奏问题。你想，巨魔被减攻，发条线上随便补刀，这巨魔比发条穷那么多，打到30分钟刃甲都没看到。上路没法玩，那对面中路崩了，中路崩得这么惨，转。我靠，这是什么选手？还剩10秒，还剩5秒，请挑选英雄。啊，这么早呢？
请挑选英雄，请挑选英雄。这个是不是给聊贴呀、啊？哎，全打女王。请挑选英雄，毒龙一样不好打，毒龙太笨了，不太好。我们一致认为这次胜券在握。大体的历史上，请做好开战准备。硕大的胜利，你们这些巨魔注意听，这局十拿九稳。哦，是的。这里，通往痛苦的道路。30秒后，战斗开始。如我所愿。哦，没错。皇家之路。快。有价值的礼物。赶快！啊，孤单点。前进，接受痛苦培训。哦，是的。我操！羞辱你是我永恒的追求。嗯，心疼吗？前进，接受痛苦培训。
还要，再不来，赶快。痛苦可以陶冶情操，快叫我女王，摆架，女王驾到。通往痛苦的道路。哎，救命，兄弟！哎呦，我操！这里。怎么救？怎么救你啊？皇家之路。我正受到攻击。我的女族长将要给我的奖赏。下落山谷。快！接受痛苦培训，我更强大了。快！这里。尖叫吧！服从女王吧！我敢想玩刀子吗？要把线控回来。一道爱痕。我刚刚一直在看那个毒标 CD。毒标 CD 一到，我就要上去杀他。一起分享痛苦吧，赶快！女王驾到！走。哦，是的。夏府还在吗？前进。你帮我控个符。我真喜欢你挣扎的样子。哦，没错。我控夏府吧。你会一下。哎，我加速。痛苦的道路，进来吧。哦，不是加速。哎，带过去了，大刘。如我所愿。哦，王室特权。痛苦的子民。女王驾到，享受折磨吧。王翔，中路牛头在蹲，疼吗？皇家之路。接受痛苦培训。哦，是的。我麻痹了，我控制不了自己。去上。通往痛苦的道路。哥们儿，你攻击力这么高，你妈知道吗？哎，毛溜了，我操！你的痛苦就是我的收获，
前进。就这里。痛苦是你最好的老师。没掉钱。进食之苦。杀了他，杀了他！我要加速把我的敌人定在街角上。没拿呢。算了吧。回去补吧。我活着上去杀死巨魔，我没掉。真不行。啊，我们两个杀不掉。百架，收不动。赶快！多么美妙的痛，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。通往痛苦的道路，前进。还没吃饭呢。没有法术。但是他恐怕去不了。那就。我还是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我跟你喝水，你别回去啊。哎，女魔，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女魔把我扶持了。女王驾到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来来，魔妈。这里。没了。感受痛苦吧。可以杀。如我所愿。想都别想。还好他没学到。皇家之路，赶快。我还没有准备好。我来了，可以杀他。又吞没完。哎，没。哎，他打空了。百架。土包没大了。一道爱痕。是要收费的，皇家之路。如我所愿，女王驾到。赶快。皇室专用品。好。哦，是的。我毛踢的脚。没。我恢复能给你吗？算了吧，推塔吧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前进。我马上准备给你喝瓶了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我的王冠需要金子。我能踢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
你们等下葬，你们等下葬。女王准备祭奥。好的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这我踢了也没用了。妈的，三个人。还有个沉默大。我方下塔已经失守，皇家之路。哎，牛怎么这么飞啊？快！痛苦在成长。我们去挑战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嗯，是的。嗯，没错。我能忍受更多的痛苦。进来吧。哦，是的。收下吧，我答应。这里。哎，中单买鸡。女王驾到。中单买眼。接受痛苦培训，如我所愿，前进。追风。摆架。赶快！你的痛苦结束了，皇家之路。可以冲他吧，他没大了。算了，拜拜拜。女王驾到。到了我点了呀。想不知这是你生命中最后听到的声音。感受痛苦吧，欧者想太难。隐身符我忘了。啊，这什么鬼？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出个风脸不打架、啊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打完就把我吃饭了。我猜现在的王冠，嗯，没错。通往痛苦的道路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呼救吧！都死掉。哦，是的。服从女王吧。前进。哦，是的。接受痛苦培训。这里。女王驾到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
哎呦我操，我方中塔需要支援，天辉建筑全面加固，我方上塔需要支援，我方中塔已经失守。哎，猛犸，你不能一直不打架了，怎么永远只有我跟白牛两个人在打架，你跟那个猴子都不打架的。加个夜猛吗？每次一打架杀个人就被反杀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，天辉建筑全面加固，他有吹风有跳刀没办法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，我方上塔已经失守。女王的精神永存。如我所愿。这里前进，哦，是的，哦，是的，接受痛苦培训。他们这边有眼，又跳了一摸。你是不是会跳大舅啊？和我一起分享痛苦吧！赶快！他们也开了，他们也开了。影魔是中路开悟的，可能去打盾了。没错。给了吧。啊，那把这个影魔杀了吧。是的。如我所愿。那个大兄弟啊，杀了两级大摇1300的血吗？哎，牛跳了，现在已被夜眼军团击杀。哎，醉了。这猴子是什么鬼？他跟狂战，哎，别人出了狂战，你跟别人打对刷不好吧？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嗯，到狂战，19分钟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我们的游戏吧。我方中塔已经失守。摆架。十家位置。皇家之路。绝佳。没看懂，没看懂。攻击！我准备去吃饭了。赶快！痛苦的子民，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
通往痛苦。我方上塔需要，我方上塔已经失守。哦，没错。为了女王的金库，接受痛苦培训。哦，是的。赶快！你们看得懂这猴子吗？这别人引刀狂战，他上来就说了一句：“他要打后期，装备碾压。”我不知道他怎么碾压。快！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皇家之路。我方下塔已经失守。如我所愿，你的痛苦就是我的收获。前进，通往痛苦的道路。哦，没错。哎，我想吃饭去。这局啊，不用打。永远是我们扫人。这魔马都打了二十三分钟，没见过他放过一次大。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我方中塔已经失守。我这么努力的在带节奏。兵营需要支援。带不动。我方中路兵营已经失守。我方中路兵营需要支援。女王驾到！我方中路兵营已经失守。还抵抗吗？我吃饭去啊。我吃个饭，十五分钟会后回来再播。夜眼建筑全面加固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敌方中塔已被摧，我方下塔已经失守。我方下路兵营需要，我方下路兵营已经失守。我方下路兵营已经失守。把这个就可以。哦，好。
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为什么每次都排到这种队伍？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上塔已经失守。我方上路兵营需要支援。我方上路兵营已经失守。我方上路兵营需要支援。我方上路兵营已经失，敌方将出动超级士兵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这个人不知道怎么想的，这个上来先说一句，等他碾压。已经失守。我方遗迹需要支援。夜眼获胜。失败。又在播。你们再也听不到我的声音了。被我单杀两次，哎，嗯，还是，终于被你中了，哎，我先关听啊，一会儿再回来播。一会儿见啊，兄弟们。啊？聊天，嗯，一会儿见。